他认识他吗？他叫淑敏。哎，你没有很红哦。哎好，唱两首叫。天气正在窗外的好天气，我却忙碌的好天气，还在等我，趁着时候接心灵的歌。我是否真的鼓起勇气重新做选择？这奇妙时刻就要开始了。于是我好想要轻轻走一走，说好的不管要去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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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你陪着我，没有错，就这样轻轻走一走，接下来不管要。叫声，拜托我们林富平的，听说了，听说。林富平是谁？爸爸爸爸爸。好时光正在门外着，好时光我却蹉跎着，好时光还在等我，趁这时候搭吹风列车。我是否真的鼓起勇气重新做选择？这奇妙时刻就要开始了。于是我想要自己走一走，说好的不管要去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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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你陪着我，没有错，就这样自己走一走，接下来不管要去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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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你就足够。也许现实生活太不啰嗦，空气太难受，一场小小旅行换一个心境，我要你就足够，我要你就足够，真心只有你和我，因为我要你就足够。在疯狂的时候，于是我好想要出去走一走，说好的不管要去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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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你陪着我，没有错，就这样出去走一走，接下来不管要去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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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你就足够。也许现实生活太多啰嗦，梦境太难受，一场小小旅行换一个心境，我要你就足够，小旅行只有你和我，因为我要你就足够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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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可以聊天哦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小时候就在垃圾分类，你要唱一首跟垃圾分类有关系的歌。真的，刚刚，我现在在资源回收这卡吉他。你们有在做垃圾分类吗？小时候垃圾分类，我小时候只有听过不要乱丢垃圾，但是垃圾不丢那怎么办？但以前没有那么多垃圾啊，我们的我住苏兰，就是这边开车走台西线往北边不到不到30公里的地方，苏兰就是我的老家了。以前我都不敢讲我是都兰的人，听起来像土兰的人。那都兰就是阿美族的那个地名的音译，我们讲都兰，也没有比较好听啊、哦。
他盾是那个石头堆起来的那个石墙，加个烂就变地名，叫不烂。中文音译就变都兰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后来，突然国小书包红了，就这个地方也就跟着有点莫名其妙的红起来了这样。但以前，现在都兰也很漂亮啊，但是现在都兰感觉垃圾多了一点，就变得好多人，尤其是水龙上游那一带。对，如果来一万个人去那边尿尿，天哪，不得了了，水龙上游就变臭水沟了。所以不要乱丢垃圾，真的，美好的地方就让它有机会继续美好下去，漂亮的地方就让它继续保持漂亮。那至于垃圾分类怎么分类呢？那我等一下是请人的那个志伟来介绍怎么分类垃圾，大概都是一样，爱护环境的一种心情，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这件事情比较重要。唱一首跟垃圾分类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我自己写的，但我大部分都唱母语比较多，但今天唱一点点中文。这首歌叫《为自己喝彩》。很久没唱了，歌词会忘记。天空吹着什么风，把我的梦全都带走。河流悄悄告诉我，有时候比坚持太久。太多的事我不懂，将来为可是我却想做更多，只为了心中的承诺。你笑坏，爱变于瞬间，双手摊开谁还在？为自己喝彩，要过得精彩。什么高唱了才甘愿，当风吹着我想带走。什么高唱了才甘愿，唱歌有自己的生活。雨下很快，改变我瞬间，双手摊开谁还在？为自己喝彩。肩膀累了，手却还握着，眼神倦了，心还是沸腾着，人都散了，我却还等着，再一个眼泪是干的，我饥渴，路不见了，脚却还走着，天要暗了，心还是点亮着，梦都睡了，我却还醉着，再一个真的明白什么是精彩，要过得精彩。为自己的彩，要过得精彩。肩膀累了，手却还握着，天要暗了，心还是沸腾着，人都散了，我却还等着，这一刻眼泪是干的，有几个路不见了，脚却还
要过于紧张，为自己喝彩，要过得精彩。谢谢。对，换你了，我帮你调音。好。现在调音的过程里面呢，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呢，除了是垃圾分类的这个一些分享以外呢，还有主命的演唱。那其实今天有一个相当特别的地方哦，就是唱完一首歌就会被请拿树，所以刚好。主命他在台上唱完一首歌，然后我们会马上进入那个擒拿术的那个第四趴了哦，已经第四趴了哦，所以待会那个主命会成为那个第四个擒拿术的料，是不是这是分类吗？有，我们是做，因为我们这个会今天会有擒拿术的目那个用意，是因为大家会丢错垃圾。那丢错垃圾以后，就会接受到那个擒拿术的惩罚。就是，我是来唱歌，不是来惩罚的。好嘛，你真的不没有要那个吗？体验一下，没有。好啦，拜托了。村长很凶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肌肉已经手背的肌肉跟我的腿的肌肉一样大了？好，你知道村长的背景吗？以前是还是海军陆战队还是空特，我忘记了。金城背景，背景好像背景哦。村长不在了，村长要出现了。好，我们掌声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那个掌声，谢谢苏密，谢谢，掌声意外的收获哦。